即係佢又知，大家都知道都唔知咩嚟嘅，我哋都唔知。係一個新嘅 game 叫扯跳劇。我知就係咧，由兩位先扯咗腰間嗰條繩，咁然後咧扯到冇咗繩嗰個就過嚟呢度，跳到嗰度拉拉拉拉拉曬佢繩之後，然後跳過兩個欄杠，走過嗰去，然後咧另外一位咧用個波接接爆個波就為之完成。OK， 計時間，自己時間啊，爭取啊，準備，好，大曬，一，大曬，已經，二，三，開始。改良緊啦，咁啊上次如果俾大家玩咗，咁啊可以玩，我哋玩，嚟其他啦。嗱，即刻冇正，小技巧，冇錯啦。嚇，嚟，嘉樂，我哋第一題咧就係唔識都抵死題啦。中國國歌究竟係採用咗邊只歌嘅歌名嚟做咗咧？大家睇到啦，有四個咧就寫咗咧就係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噶 ，Mandy 因為啊唔係好識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只能夠寫。 你讀嚟聽下，你嗰個係咩嚟㗎？得得得得得得。德哥，你嗰個咩嚟㗎？你讀一次俾大家聽。我寫嘅喎。你寫咗乜嘢出嚟啊？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咯。咁寫嘅咩？寫嘅咩？文欣，你嗰個咩嚟㗎？遲來啦。你遲來關我哋咩事啊？ 遲啦！哎呀，啄一啄跌翻落嚟喎！好啦，咁啊，其餘嘅三位咧都係啱㗎，義勇軍進行曲。地理題以下邊一個先至係香港真正有嘅地方咧？而呢個地方咧係位於尖沙咀信號山公園嘅。喺邊㗎？尖沙咀信號山啊 ！A 大舊石 ，B 大波山 ，C 大肚腩 ，D 大包米 ，E 大咕窿 ，F 大姨妈？大咕窿系咩嚟？点解你拣呢个咧？因为想食嗰啲。啊！大波山喎，阿大哥系咪啊？大波山啊？系啊。大波山啊？ 哎呀，咁早咗呢？对唔住，对唔住。好新手大哥，养开咗。点解都唔中？点解都唔中？喂，你唔系大包米啊？系啊。咁你估大包米咧？迟咯。大约三个拣大旧石，答案咧就系旧大包米啊。OK， 呢个 mask 嚟喎。OK， 好，继续系草药题。以下边一整边一种先系真正嘅草药咧？
是用于蛇虫咬伤痔疮肿痛的 A 续命叶 B 攞命藤 C 长命菜 D 苦命花 E 死命根 F 延命长 G 一命二运三杯水。我想俾个提示大家吓 ，Mandy 拣 A， 咁你大家考虑下啦吓。阿达又系 A 啊，点都唔信。好啦，咁啊两个 A 先，三个 D， 点仔？苦命花。系。苦命花，苦命花，苦命花。Mandy 就系续命叶，你就长命菜。哇！你又抹緊隻手，又揸住碟咁，點啊？誒，得攞得先，攞得先，攞得先，誒，攞得佢嘅。你會揾住咩佢啊？我原來你就係攞翻俾我哋咋，咁唔使咁大工程啊！我想掟你。叫我埋嚟俾佢證明咯。好嘅，既然你係主要嘅客，坐先兩個。坐。嚟，語言題。慢慢聽，慢慢聽，慢慢聽。冇辦法啦，始終我係主嚟啊客。好，語言題。越南話，帳單叫做掛燈，税金咧就叫做點腿，咁小費。是叫乜嘢咧？貼士啊！嗱，聽住，同埋留意 Mandy 嘅動作，佢估俾大家有進入。估小牌。A 獅子山 ，B 扯旗山 ，C 大帽山 ，D 五指山 ，E 斷背山 ，F 李山山。明得啦，系啦，扯旗山，扯旗山，大家知道。B 啊，千祈唔好答。我邊個答俾大家聽先？錯大哥，點解你揀大帽山啊？大帽山啊嘛，啊大帽咯，佢真係搏嘅啫，係嘛？喂，點解揀唔知得 ？B 同 C 都錯，剩翻 D 啊，差唔多。點解咧？試下運氣嘅啫。我哋慢慢啦。兩個獅子山，你哋兩個答案都係。我俾你再答多次，大家都估唔到啦。答案係。鱼背山，而家系动物常识题。雄性嘅熊猫用乜嘢方式去啲雌性嘅熊猫求婚呢 ？A 边跳舞边走近雌性嘅熊猫。B 哼住声音走近雌性嘅熊猫。请你嫁俾我啦。C 用屁股对正雌性嘅熊猫慢慢走近。D 喊住口咁求佢，你唔嫁俾我，我会死噶。E 五体投地以示诚意 ，Marry me。究竟边啲题先至系真嘅咧？而家咧就阿达哥咧就拣 B， 其余三个都拣 C。A 系咩啊？你条条都摆 A 嘅，咁有原则啊 ？B 亦都有可能，有可能错。咦，原來你擺頭頂咁頭頂咁靚嘅喎，哇，好靚啊！得啦得啦，知係啱嘅。好啦，好，最後一條啦，無聊 IQ 題。你頂你啊，咁咧，出招之後就留意下Mandy兩個人答啊。食人族嘅族長有一日咧就病咗，醫生咧就叫佢：你病咧最好食齋啊咁。咁到底佢點決定咧？嗰個咩年代話？食人族啊？咩年代？哇！啲大肉多啊，定冇？食人族個族長病，咁咧佢啊醫生叫食齋，咁咧但係咧，咁我哋佢點算咧？佢食人族個族長喎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嚇 ！B 啊 ，B 啊，嗰個
食人族嘅族長病咗，醫生叫佢食齋，咁佢唯有點啊？唯有食植物人啦。呢個髮型可以留翻嚟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